又是一个丰收在望的季节，严鸿昌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年过古稀的他风雨无阻，每天都要到村边的农田走走看看，摸摸稻穗，闻闻米香。在他的眼中，土地和庄稼就是命根子。我们始终呢是对土地对农业生产还是挂在心上的。40多年前，正是用这只饱经风霜的大手，严鸿昌带领小岗村18户村民，在一份包产到户的秘密契约上写下自己的名字。这份契约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标志。做这个事，我认为当时我的判断和策划是正确的。那也就是一个人来在世上，只是为了能为老百姓的办一点私事，就觉得非常荣幸。同样的土地，当年却长不好庄稼，小岗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三靠村。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我们小岗一个队，没有没要过饭的，都要饭，主要被生活逼迫，没有办法了，要饭丢人呐，出去要饭的脸都没头割，站到有也高，睡到有也长，为什么高不上吃？说实话，我们的心里不服气。那一年，不想再逃荒要饭的严鸿昌开始四处打零工，最后当上了包工头。村里见状，让他回来当队长。工商书记三次到工地高找我，我一直不愿意回来呢，他就给我下了死命令，他就发我钱。原来是一个月交15，最后翻到45。45到90，90到100。1978年夏天，严鸿昌回村担任生产队长。这时候，村里老人关廷珠专门来找他。哪怕你能带着我们小岗队，一天能搞2顿菜稀饭喝，不要要饭，我们就满足了。结果回到村里一转，严鸿昌傻眼了，这个生产队长他真没法干。小岗村一没种子，二没肥料，三没农具，四没耕牛。万般无奈之下，头脑活络的严鸿昌想到了一招险棋，那就是包产到户。我说我想要瞒上不瞒下，我们先偷干，我偷干一年能干到效益了，回来我们就摆个桌面向党汇报。我只是把这个具体的土地分到各家户各户，来变个方式来搞生产劳动。1978年11月24日，趁着夜色，严鸿昌召集小岗村18户村民，悄悄齐聚到村西头严立华家开会。我老婆孩子在后头睡觉，我们在前头。前几个南国手续过以后，国家去国家各自家人家，任何人不能说出。最后由严鸿昌执笔，18户村民立下契约，实行包产到户。他自己干自己的，肯定是提高劳动积极性。一开春生产，人家生产队还没离东门田，小岗就过来集过我，人家春作物还没干，小岗一过去，你花生点了就给压崩。到了秋天，小岗村迎来历史上第一个丰收年，收获粮食139000斤，同比增长10万斤，村里一举还清多年累积的800多元贷款，卖给国家35头生猪，村民人均收入达到400元，
是上年的18倍。保证顾家的留住自己的，剩多剩少就是你自己的，你还不放心干吗？所以当时的群众对这个呢都非常满意。因私下包产到户的事情泄露，1979年5月，严鸿昌被免去队长职务。不久，小岗村大包干的做法得到邓小平的肯定和支持。1980年9月，中国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指出，在生产队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在党中央的支持推动下，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由1980年占全国生产队的50%，上升到1982年6月的86.7%。到1984年，中国粮食产量首次突破8000亿斤，人均粮食拥有量第一次达到800斤的世界平均水平。1993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决议，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正式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当时我们教授一听到，他说：“好呀，说我这个心悬了这么多年，我也终于有了，我要谢天谢地，我要感谢共产党。”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严鸿昌等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今天的小岗村秉承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精神，积极探索乡村振兴、村民持续增收之路，已经成为了新时代广袤乡村蓬勃发展的缩影。浙江义乌，伴随改革开放成长繁荣的城市，从鸡毛换糖到世界超市，40多年间，义乌凤凰涅槃，被誉为小商品海洋。出口商品辐射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如今年过七旬的何海美，每天还在义乌国际商贸城里忙碌着，打理着自己的店面。作为义乌第一代个体工商户，何海美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因为我从78年开始，几块钱做到80年的5万块，做到现在的，5000万。感谢我们最早的书记谢高华。1978年12月，中共11届三中全会召开，确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1982年4月，浙江义乌迎来新一任县委书记谢高华。谢高华，浙江衢州人，1952年参加工作，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因为离开这个局局了工作了，我要回到老家去，等我那个老母亲来见一下。老母亲呢很爱我的，他讲。还因为调到这么苦一个地方去了。历史上地处浙江中部丘陵地带的义乌，一直人多地少，人称七山二水一分田，穷得当当响。他来上任的时候，他妈妈讲，你不要去那个义乌，很苦啊，没有饭吃的，白萝卜当白米饭的。冯爱倩今年84岁，也是义乌第一代个体工商户。当年迫于家庭生计窘迫，只好在义乌念三里老街摆摊儿，零卖小商品。但是在那个年代，这被看作是搞资本主义。冯爱倩经常被赶来赶去，于是她决定找县委书记讨说法。我们两个谈来谈去，一谈吧2个小时，你同意我去摆吧？他说：“那，你暂时去摆，
仗是两个字，也不是不同意，也不是同意，仗是去摆。那一天刚刚走马上任不久的谢高华被性格泼辣的冯爱倩堵在了县委大院门口。他是残疾主帅一个，今天要干我啊，明天要放火，他倒来倒去，怎么我写个笑头什么，那么谈好了呢，我的好，你回去你可以搞啊，这个有关部门要干你了，要放你了，我打电话告诉有关部门。其实此时的谢高华心里也没底，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此后四个多月，谢高华走街串巷，最终对流传义乌三四百年的鸡毛换糖有了深刻思考。因为你我个土地很少，我靠这个呢还吃不饱饭，二是呢这个人民生活需要，他把这个鸡毛换糖的条件换我修了好的鸡毛呢搞工艺品插过来当废料，我就是利国利民的。但是由于计划经济的多年禁锢束缚，阻力重重，谢高华却挺身而出。所以义乌他跟我讲过这个话，他说我要杀出一条血路，这个软化他让老百姓要吃饱饭吃饱肚子。经过多次缜密调研论证之后，谢高华认真对照中央精神拍板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就小商品市场有利有弊，争论很激烈，他力排众议，他提出来就是出了问题我负责，这个市场是要支持的，要开放的。在何海美的记忆里，当年全县还召开了动员大会，会上谢高华语气坚定，大声宣布四个允许：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顿时全场欢声雷动，何海美热泪盈眶，我眼泪刷刷流下，哭了，我自己哭了，那个眼泪这怎么也止不住。他给我指明了方向，我可以做生意。1982年9月5日，义乌在胡清门沿街露天铺设700个水泥板摊位，开设出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这个就是胡清门啊，有的建议大概1公里，老百姓就是两个水泥板呢，几个凳呢，下一个有个大雨伞，怎么个这些，我老百姓很高兴。走义乌的设计者吧，就替老百姓设计比较大的一个战略思想。在兴商建县的战略引导下，谢高华提出要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适当发展。于是义乌大地上走南闯北的生意人越来越多了，摆摊儿做买卖的个体工商户也越来越多了。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着曾经贫瘠落后的义乌，飞腾着蝶变成闻名世界的小商品之都。时至今日，义乌的国际商贸城已经是第五代市场，拥有75000多个摊位，如果在每个摊位停留3分钟，需要1年半的时间才能全部逛完。富起来的义乌人没有忘记谢高华这位有担当的老书记。1995年，义乌开始举办第一届小商品博览会，连续23年，每年都会请他回来。在老百姓的口中，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谢天，谢地，谢高华。今天在深圳，时间广场依然是这座城市最醒目的地标。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曾经家喻户晓的口号里深藏着一段岁月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袁庚。袁庚
1917年4月出生在广东宝安水贝村，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一生从革命军人到隐蔽战线，从军事外交到改革前哨，跌宕起伏，充满传奇。1978年10月，年过花甲的袁庚受命出任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主持全面工作。2个月后，正是中共11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袁庚回到广东宝安老家搞调研。1979年1月，袁庚以香港招商局的名义向中央递交上一份请示报告，要求在宝安蛇口公社划出一块2.14平方公里的土地，在这里建设一个出口加工基地，即后来的蛇口工业区，得到中央批准。珠江三角洲叫海和河交界的地方，水又深，当时考虑到在这个地方开发，我又拥有一个你进出口各方面的方便，是在利用外资和利用我们内地的充裕的劳动力和廉价的土地将结合起来。1979年7月，深圳蛇口传来隆隆炮声，蛇口工业区的建设拉开帷幕。当年袁庚首先是在这个地方要做一个港口，把这个炸开来的山的石头填到海里边，制造出一大片可以造港口的空地。然而工人干劲儿不足，预定工期很难如期完成。袁庚想出一个办法，实施定额超产奖励制度。79年10月份提出每天一个工人开一台翻斗车要拉多少趟，这个叫做定额，如果你超过这个定额，一切增加10分钱。一下子它的速度就上去了，它的效率就显示出来了。没想到奖金制度很快被有关部门给叫停了。新华社记者把这件事以内参的形式反映给有关部门，最终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1980年8月，奖励制度恢复，工期提前1个月竣工。工人都是计件工资，超额给奖金，符合市场经济的一些常识的应该做的事，以改革的名义解决了。1981年，袁庚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给保守僵化的思想带来强大冲击。我问这个口号怎么样，大家都不左右而言他，不敢说这个口号对还是不对，因为当时大家对这个口号已经社会上有一些不同的议论，说这个地方是要钱又要命啊。在接下来的3年多时间里，写有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竖了又拆，拆了又竖，迟迟没有定音。在袁董的心目中，一直把这件事很当一回事，就怕这个事情人家讲说你要钱要命，就这样讲这个东西是资本主义的。当然他不是那么胆小怕事的人。1984年1月26日，邓小平来到深圳蛇口视察。头天晚上，袁庚让人连夜在蛇口工业区大门口又竖起了这块标语牌，准备当面请示邓小平。我们提了一句口号，
是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一讲完的时候呢，杨总的儿子请首长认为我们这样做对不对，他就说好。从蛇口的改革探索起步，深圳经济特区横空出世，作为中国第一个外向型经济开发区，蛇口工业区探索创新出24项全国第一，为经济特区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示范经验。袁庚已杀出一条血路的改革气魄，使蛇口成为一根对传统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宝贵试管。袁庚一直把蛇口叫做中国改革开放的试管，这就是袁庚对蛇口的基本定位。允许试，而且能够试错，能够试，能够改，这就是蛇口的意义。1993年3月，76岁的袁庚从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岗位上离休。在深圳蛇口的改革岁月里，袁庚还先后参与创办了招商银行、平安保险、中集集团等企业，招商局资产也从4800万元增加到56亿元，缔造了招商局历史上的第二次辉煌，被誉为蛇口模式的探索创立者。你中夹着沾萌发的光，你仰望前方，将路歌唱，无惧风雪冰霜，坚定的生长，伸手够遥远梦想。每一个深夜透明的窗，每一串脚步是你时代，花张照亮万千。